开的吧。北宋的最有名的那个范宽，山水大师的作品，因为我一直都收藏他的那个复印品，那么每天呢都在观察，那么慢慢的细细研究，等到我找到了这么大的宣纸呢，我才敢动手啊，尤其是趁着这个疫情的时间啊，没有什么别的事情了，专心去临摹。那么除了临摹之外呢，有些看不清楚的都是我们照自己的心意来创作，就是半临摹半创作，所以就是画了差不多整个月的时间了，又修改啊又什么。画了多久？差不多一个月。差了一个月啊，然后这张纸是多大？这个是六尺宣纸。六尺宣纸。六尺啊，中国的六尺宣纸。好，谢谢老师。这个大的呢，就是也是自己先把那个稿，那个山啊，那个水，那个云呢，我们自己一直在思考啊。那么把这个淡淡的草稿，慢慢一路一面加深，那里要防止啊，那个要护啊，那么最后呢，还是淡颜色，一定要淡，不要浓。我这个就是叫做浅绛的山水，浅绛山水，浅绛。这就是你自己创作的。是，有些这个纸太大了，太大了，拖来拖去很容易弄坏。对对对，谢谢老师。不会印。剪也是很爽的。这个纸是。在美国吗？不是，在香港，香港文联庄啊，那个红星的六尺宣纸，六尺啊，红星的六尺，这是一个信纸吧？对，还有那个红茶，这是一样的，纸是一样的，纸是一样。您说这纸十块钱一张是美金？美金，对，当然美金了，当然美金，不贵啊，这还不贵啊，这么的。周老师，这些创作基本上都是在疫情期间画出来的，这也请给看了，不容易，不是几张，一二三四四，那基本上高不大，这些大字全演了，手全演了，这几张最大的。这个一张表要120块，120块就可以了。行，它肯在哪里啊？就是省OK， 今天很高兴啊，就是来到朱云兰朱老师，我们董事长，个人的书画展，主要还是画，这个一看就全场的。今天我数一数，大概有42张这个作品，我当然知道的不止这个42，但是场地已经是非常非常的壮观了，我看见了里面这个。
非常非常的都是画为主，然后都是主要还是山水。刚才这个陈殿嘉师兄啊，他跟我说，他说朱老师的山水有故事，里面有故事。我说什么意思？他说你看，你一直看，你就觉得你这个人，你就走进了画里面了。对，那就非常非常的，谢谢谢谢，非常非常的好的这个他的观察啊。是，他懂画，我不太懂画，但是我是会喜欢的。我这个书画是主要是喜欢嘛，对吧？那现在当然朱老师就是领导我们这个美术中国书画学会这么多年一下就是董事长每两年我们这个选那个董事九个董事然后选一个董事长刚刚今天就完成了这个选举结果当然还是朱老师是董事长对，朱老师，董事长，阿嫂，谢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会员呢都是很热忱，对于书画呢特别的爱好大家都放弃成见，大家都交流。那么几年来，由河山呢刚有那个网站，发挥了很大的力量。现在我们的会员日益增加。有差不多100人以上，这个是余会长和三之门的功劳，谢谢大家。好，多谢。好，恭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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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他的品德更好，是值得我们学习。所以说我称他为